科技主灯2024花莲太平洋灯会正式揭幕。今年是鳌耀龙门，由我们的设计大师陈俊良总监还有花莲子弟林坤颖一起共同来这个合作，让花莲今年的灯会分外的不一样。尤其是这一次的灯会，我们用鳌的出生以及这个新生，一直到鳌耀龙门成为一条龙，整个灯会灯区非常非常的精彩。结合华丽的水舞及声光特效，更让这个全国唯一紧邻太平洋畔的灯会格外与众不同。欢迎全国的乡亲来到花莲，可以来到我们太平洋灯会，来看看这个全国最特定而且全国独一无二属于花莲的我们的鳌耀龙门。那更有我们的这个年货大街，还有我们的石雕艺术展。太平洋灯会将持续到3月4号，春节初一到初五晚间更加码星空烟火秀，让大家迎向灿烂龙年。三立新闻花莲综合报道。